坟墓中出现女人哭泣的声音，走近一看，却又发生了更可怕的事。我哥那年十六岁，辍学在家，不学无术的，整天跟这个朋友打闹玩耍。那天我哥心血来潮，跟朋友们说要去后山的小山坡上玩捉迷藏。要知道，那可是一片坟地呀！而我哥一次贸然的决定。 也让我哥跟他的几个朋友身体发生了奇怪的变化。相信每一个村落都会有这样的一片坟地，那里边带着一股子天然的阴森的气息，笼罩着淡紫色的雾，一年四季都不散开，就像是地狱的入口一样。我们村的那片小山坡也是这样，那是村里边祖传的坟场，去世的人。 很大一部分都会埋在那儿，背靠着青山，面向着村庄。按理来说，这本应该是一片福地，是祖宗守护村庄的福地。听村里的老人说，坟场原来没有这么恐怖。毕竟都是先人死后的家，再怎么严厉，这先人也不会跟自己的后代过不去吧？可是事情在上个世纪初发生了变化。 那个年代多战乱，有一段时间，村子里边来了好多的军队跟土匪，那是争斗不止，死了很多的人，有军人，有匪兵，也有无辜的老百姓，那些人就被胡乱的埋到了这片坟地里，因为冤灵太多了，所以就有了怨气，从而呢变成了现在的这种情况。再说我哥天生胆大，刀枪棍棒那是。 什么都能来得了，几乎没有他不敢干的事儿，因此去坟地玩捉迷藏这种小事儿，他自然也不放在眼里。但是他也不知道一句古训，这是吓死胆儿大的。那天临近傍晚，我哥他们一伙人早早吃过了晚饭，就骑着自行车奔后山去了。等到达坟场的时候，太阳还没下山呢，他们几个就将自行车胡乱的摆放在坟地里。 就开始捉迷藏了。这游戏一开始啊，跟平常人一样，一个人捉，其他的人呢都藏起来。我哥机灵胆大，每次他都躲到那个大坟墓的草堆里边，那里边阴森森的，几乎没有人敢去找。因此这几轮下来，我哥都没有被找到。可玩了一段时间，我哥觉得老躲在坟上也没意思，他就想换个地方躲一躲，于是就爬上了一棵树。 那树呢，离那个坟大概有十多米远，枝繁叶茂，十分隐蔽。很快的，其余的人都被找到了，只剩下我哥一个人。这按照常理，这个时候我哥会大喊一声：“我在这儿！”以示炫耀。但是我哥刚要说话，一件恐怖的事儿就发生了。此时，我哥刚刚躲的那个坟墓的那一块就发出了呜呜呜的女人的哭声来。 而捉人的那个人呢，显然也听到了，他以为是我哥，就马上想要去抓。这个人是跑过去的，其余的人都在后面慢慢的跟着，想看看我哥到底搞什么花样。而且离那个墓越近，那哭声就越大。我哥在树上也听到了那个哭声，心里边一愣，忙喊叫了一句：“我在这儿呢！”但是那帮家伙就好像没听见似的，头也不回，就往那个坟那儿走。 要知道，这才隔了十几米啊，他不可能听不见我哥的声音呢。这个时候，我哥就急了，他连忙的从那树上跳下来，往人群中跑了过去。等跑进了人群，我哥拿那破锣的嗓子大叫了一声：“我在这儿呢！”才把这这帮人的人群的目光拉了回来。而此时，那个捉人的朋友离那个坟墓只有一米远了，听到我哥的喊声。 那个同学就大叫了一声，拔腿就往回跑。等回到人群里，大家一看他的脸色，那已经绿得不像样了，而且蒙着一层的灰，怎么看也是看不清楚，就像是一张死人的脸。此时这一伙人都慌了，但是谁也没敢发出一点声音，因为坟墓里那哭声还在继续呢。前边说了，我哥胆肥，他不怕事儿，他觉得一定有人在恶作剧。 就开口骂了一句：“妈了个巴子的，谁呀、啊？”他这一骂也壮了人群的胆了，大家也都开骂。可是不料那哭声仍然在继续，而且越来越惨，越来越大，惨到就像是被人一刀刀的在割他的肉一样。我哥咽了口口水，后来据他回忆说，那是他第一次感到害怕，也是第一次相信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鬼。 这焦躁在人群中就开始蔓延了。我哥那满是汗水，他擦了一把脸，然后大声地说道：“走，他妈的，过去看看谁在装！”在我哥的号召之下，这一群人就像是战争中的士兵一样，猫着腰，手里边拿着石头、棍棒，就像在偷袭一个据点，向着那座发出凄惨女叫声的坟走了过去。此时天已经黑透了，比往常还要黑。 周围没有一丝的光，这黑暗的山野中既没有风吹，也没有虫鸣。这个时候，就看到黑暗里边射出了一道光，吓得人群一跳。原来是同行的朋友带了手电，但是这个不合时宜的一下，引来了同伴的埋怨的眼神。人群继续的往坟墓里边走，越近那声音就越空洞，就像是从远处的地底下发出来的，没有方向。 可这个时候，坟墓里又出了一道光，大家又回头看看是哪个不开眼的家伙乱开手电。但这个时候让大家都害怕的是，没有人开手电。那坟墓那道光是什么呢？此时这些人都愣住了，每个人的脸都被吓麻了一样。六月的天，可是坟场就像是飘雪的腊月一样，简直是冷到冒气，所有人都拔不开腿了。 他们都被这坟墓上的一片灯光，或者说是鬼火，给吓到了。伴随着那从坟墓里发出的凄惨的女鬼叫声，所有人都像是被下了降头一样。然后我哥大叫了一声，叫醒了人群。所有人就像是听到了发令枪一样，往回跑，跨上自行车，一直就飞奔回村庄有惊无险，他们一行人都回到了村庄。可是回到了村子以后。 他们那一伙人都是昏睡了三天，其中抓人的那个还得了一场大病。他们几个在之后好几年看上去都像是少了精气神一样，眼神空洞，这精神脆弱。我哥那个自以为天不怕地不怕的家伙也收起了力气，成为了一个老实本分的人。再后来，村子里一个九十多岁的老人说，那哭声还有那鬼火，并不是什么恶作剧。 因为在他小的时候去坟场也见到过，那是积攒了近一个世纪的怨念。幸好我哥这一伙人呢是半大小伙子，阳气重，要不然这后果还真的就不堪设想。还有那个抓人的家伙，应该是被鬼缠住了，得亏回来的早，进入到了人气旺的村子，只是生了一场大病，要不然这命啊还真的就不好讲了。